在比赛开始之前提醒一下场内所有人员，请您将您的手机调至静音或关闭状态，赛场内禁止吸烟，拍照请关闭闪光灯，谢谢合作。欢迎来到喜松堂鹧鸪茶乔氏杯2019中式台球国际大师赛河北邯郸站的比赛现场。下面进行的是第三阶段33至40场、49至56场的比赛。下面介绍一下出场裁判员及运动员。一号台裁判员刘凯，运动员王大双、王攀。二号台裁判员孙树静，运动员苏尼日、邱炮谋。三号台裁判员张毅，运动员尹红星、唐春晓。四号台裁判员周世龙，运动员李铁刚、朝鲁门。五号台裁判员张毅，运动员孙鹏、单宏宇。六号台裁判员徐锦言，运动员孙宏瑞、奚守新。七号台裁判员张兴禄，运动员龚海峰、阿布拉江。八号台裁判员刘东来，运动员赵汝亮、吕欣。九号台裁判员杜怀玉，运动员朱龙、李健。十号台裁判员王航，运动员王鹏、张道伟。十一号台裁判员李亚凡，运动员吴昊、田海峰。十二号台裁判员彭湘瑞，运动员严建博、李克。十三号台裁判员刘金浩，运动员包志超、汪洋。十四号台裁判员傅依然，运动员史文东、尹财宝。TV 二号台裁判员冯雅琪，运动员刘俊言、婉同乐。TV 一号台裁判员贾舒淇，记录裁判员曾叶丽、杨俊奇，运动员楚炳杰、张建刚。下面比赛开始。你好，楚炳杰，请双方选手争夺开球选择权。预备，三、二、一，开始。楚炳杰获得开球选择权。
赛开始，第一局出殡节开球。开球失机，
局出兵结胜，比分1-0。第二局，张建阳开球。第二局，张建阳胜，比分1-1，开局请来。
三局，楚秉杰开球。第三局，楚秉杰胜，比分2-1。
四局，张建刚开球。
第四局出兵结胜，比分3-1。第五局出兵结开球。
五局直饼决胜，比分4-1。第六局，张建刚开球。
子张建刚胜，比分2-4。第七局，出兵解开球。10秒。延时。10秒。
七局，楚炳杰胜，比分5-2，开球星台。谢谢。八局，张建刚开球。寺庙，岩石。寺庙，岩石。寺庙，
局出饼结胜，比分6-2。第九局，出饼结开球。
寺庙。寺庙。五、四、岩石。
胜局，张建刚胜，比分3-6。官方暂停5分钟，5分钟未到，判负一局。中式台球，俗称黑八，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在乔氏的推动下，已走进全球54个国家。乔氏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老伯，追上啊！咋样？太平了吧？库性这么好。乔氏金腿追分神器，乔氏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源自英国百年手工制钢工艺，碳纤维先角，11.5毫米特制杆头，比九球杆更具准度，比斯诺克杆更易发力。波茨杆，我挚爱的武器。波茨杆，中式和中式八球。波茨杆，波式球杆开创者。九万级球器，中式八球领导者，乔氏荣誉出品。完美双轨设计，3年售后质保。后10年使用寿命，售后保3年，人工省9万，厂家包安装。九万级球器，售后保3年，人工省9万。销售热线400-6060-147-2。攻，你可以攻别人攻的彻底，你完成不了这次进攻的过程当中，如何能够牵制对方？和一号的终点进行连接，延长到白球平行的这条线上。下意识的很多选手都认为，哎，这个七号肯定就是这个带，其实不以为然。你可有许多选择，但冠军只有一个。野豹球杆，专注黑八，赢家选择。专注台球杆研发生产30年，中山大学联合技术研发中式八球国际大师赛指定用杆，相信多数人的选择 LP， 让梦想更进一步。
暂停结束，比赛继续。第十局，张建刚开球。十秒，延时。
视剧出品结社，比分7-3。第十一局，楚秉杰开球。
第11局主本结胜，比分8-3。第12局，张建刚开球，比赛时间已过半。第12局，张建刚胜，比分4-8，开球清台。第13局，朱秉杰开球。
寺庙。岩石。第十三局，张江刚胜，比分5-8。
第十四局张建刚开球。寺庙，岩石。
14局出兵接胜，比分9-5。15局出兵接开球，15局出兵接胜，比分10-5，开球送台。16局，张建刚开球。
寺庙。四无穷。
第16局，张建刚胜，比分6-10。17局，初等比赛开球。17局，初本节胜，比分11-6，开球形态。
18局张建刚开球。18局，张建刚上，比分7-11，开局生产，官方暂停是5分钟，5分钟未到，判负1局。一个水墨与藏戎的故事，在中国大地传颂。在离天最近的青藏高原，在最纯粹的蓝天白云间，生长着一种被称为藏山羊的生命精灵。它身上的每一根羊绒皆为空心，轻盈剔透，柔顺光滑，被称为会呼吸的羊绒，是世界公认的羊绒极品。在离心灵最近的佛的世界里，也依蕴着一种被称为祥和安静的人生。5000年中国水墨文化的精粹在此升华。水墨藏绒，经典的中国山水画艺术与藏羊绒结合，而形成独具风采的羊绒艺术精品。张帅奇和他率领的盛雪海团队为我们演绎出一个令人动容的中国故事。放眼全球，引进西藏羊绒
衷心预祝水墨战龙产品顺利开出更加广阔的市场，获得更大的成功。盛学海创业之初，张帅奇亲赴西藏，亲身感受来自雪域高原阿里的藏荣。为创立盛学海品牌，实现追求卓越、品牌报国的夙愿，找到了文化的诠释，源自圣山，温暖身心，打造了从创业到发展、从制造到创造的产业神话故事。秉承诚实守信、利益共赢、以人为本、服务社会的企业理念，张帅奇经常告诫职工，信誉是无价之宝，利益面前必须把持住自己。企业从不拖欠货款，总是当场付清。作为销售商，企业供应的纯山羊绒素以100%著称，远超国内95%的标准。经过多年的实践，盛学海公司建立了一个以市场为核心的诚信采购、诚信生产、诚信管理、诚信营销、诚信服务等一系列诚信责任制体系。一次盛学海资金紧张，一家意大利客户知道后，主动把200万美元的预付款打入了公司账户，一解燃眉之急。很快，凭借张帅奇的诚信人格和盛学海的诚信运作，吸引了大批客户资源。英国、日本、美国等知名羊绒企业与盛学海建立了良好的业务关系。国际上一些著名的无毛山羊绒采购商，把盛学海定为中国大陆无毛山羊绒羊绒纱的生产加工基地。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盛学海改变单一产品生产，转型升级，在无毛山羊绒出口稳居国内前十名的基础上，建立纺纱、针织羊绒系列产品生产线，大力挺进服装行业，迈出向羊绒深加工发展的步伐。20年间，盛学海由小到大迅速发展，初具规模。2010年11月6日，中国首届羊绒羊毛行业表彰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邯郸市盛学海一五十点了。12:8。三天结束，比赛继续。第21局，朱秉杰开球。
赛结束，出兵结胜，比分13-8，开局性打。